先生，我们这儿做活动，抽什么送什么。哎呀，不看不看不看。哎，抽什么送什么。你确定抽啥送啥是吧？确定。我抽完了啊，那我先走了，我先走。哎呦我的妈！那我呢？还有我呢？你要实现你一个愿望，你要干嘛？那些突如其来的骚，闪了我的腰系列 foremost。Don't sleep。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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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娘这操作真骚啊！等我一下，我抽筋了。纳尼？帮帮我！帮帮我！就这么多？纳尼？原来还有这操作。真竞有一小游戏。不用他他的嘴巴了，他的废话，他他的嘴巴会指鹿为马。我说这还是人干的事儿吗？单纯的我竟然看懂了。这啥呀这是啊？那是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妈呀！这娘俩真是一对人才。Paragraph two， 兄弟们，我家这个英语翻译笔成精了哈。比如说，我现在说一句英语 ，You are an ant。你就是个傻逼。是谁泄露了这个机密？这到底是一波什么关系？操！No！我不管你在想啥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子。猛哎，坐！狗子，怎么还学会吃独食了呢？哟，出来了！哎呦我操！自作孽不可活啊！真的有这么酸爽吗？ Paragraph three。好啊。但是到你家的时候，我开慢点，自己跳下去。不是为啥呀？题不太难，我还没有学太会。算了，我自个儿回家。不是，我自个儿回家。最温柔的语气，说着最吓人的话。请保护好。
么绝绝子啊？见识了。你都多大了，还要我给你买玩具？嗯，人家还是个小孩子嘛。叔叔，给他包包补鞋吧，阿爸，再来一条哈家作业。不用谢。真是杀人又诛心呢、啊。让你们感受一下山东的妹子有多不好撩。司令，这是什么？手，这是手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脚背。你是我的什么？我是你的爸爸。哎呦，是山东妹子无疑了。Paragraph five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老子今天真是开眼了。大哥，真的有这么丝滑吗？我反复看了三遍才看懂。Paragraph six。看到没有？只要你不抽烟，哪怕你吃屎，这牙齿依然是洁白无瑕。吃过吗？吃过。小姐，单身吗？要不要谈场恋爱？那你现在是我女朋友了，明白吗？小老公，爱我吗？有多爱？这些女孩哪里才能遇得到？哎，不是，哥们儿，买个摩托车十多万，风吹日晒的，这儿没事吧？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把你那个闺蜜介绍给硕硕吧。哪个闺蜜啊？就是思思，那个小富婆。硕一年赚多少钱？十多万吧。合适吗？是一个圈子吗？我闺蜜啊，一年光养狗花二十多万。那狗有对象吗？男人就要敢想敢干。Paragraph seven。干死他！确定你们不是猴子派来的逗比？两条腿要抬高，峰哥做个示范。一句卧槽，瞬间说出了口。意外总是来的那么猝不及防。咱俩是不是最好的朋友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们都认识好多年了，怎么了？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情？嗯？什么事啊？只要不借钱就行了。能不能帮我生个孩子？你说什么？不是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就要我给你生孩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想用孩子来维护我们的兄弟关系。哎呦我的妈！兄弟，你这操作属实够骚。Paragraph eight。哎呦，下班还得来接这个冤种。情人马儿长得不丑的还挺好看。美女，加个微信呗。啊，加个微信。啊，行，我找个手机啊。干啥呢？加我的呗。还有对象。啥节目啊？走啊！啊！你再这样，我告我哥了啊！这个，哎呀！
别忘了把你嫂子微信推给我啊。咋的？哎呦我的妈！这是赤裸裸的侮辱啊！所以我们今天晚上，让我们一起吃饭吧。我还叫上了你妹妹啊，因为我怕你爸妈误会。啊，那你不用去了。卧槽，赶快赔老子的腰。三二一，我是妈妈包的关门女子十八哥，下面我给大家表演一套我师傅的独门绝学十八掌。环节差两级，谢谢大家。差点就信了你们的邪。Paragraph nine。叫小林通过我好友了，那你们就好好聊，你今天二十五，他二十三，挺合适的。小林他人也不错啊。嗯，那我应该怎么跟他打招呼？你就说是你二舅介绍的。哦、嗯，好。不只是惊喜，还是意外。五六三十，不乘以五得几？六乘六五三十，六五三十五，五七三十五，对，五七三十五。来，八七，八，五十六，七八，六十三。大哥，请受小弟一拜。啊，你推人，啊，你推。手里的面条瞬间不香了。 Paragraph to end。 完全不按套路出牌。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事儿？这儿子写作文，我哪知道怎么事儿？你有没有看儿子写了？儿子，你快给你妈解释解释，作文到底怎么事？你告诉我怎么事儿啊？怎么了，兄弟啊？我来还接电话户口，怎么走门口就听你两口叫着？哥，你看你弟妹，就是我儿子写的作文写的。我的爸爸，爸爸蔬菜，妈妈带个叔叔回来，不但没爸爸帅，还没爸爸温柔。你别笑，我痛啊！这作文是你写的吗？不是我写的，我抄你儿子的作文，我抄你儿子的作文。我这还巴巴的劝别人呢。